多谢陛下救命之恩。哎，你我之间何须道谢，坐吧。谢陛下。你在总整司受苦了，朕依你之言派老五座去调查了老侯爷的遗体，果然有蹊跷。这便是老侯爷留下的玉佩印子，我已找高手翻译。这印记像是孟太师的。太师？怎么会是他？这就要去问张云清了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这笔血债我一定要让他们偿还。孟太师权力滔天，没有人证物证，只凭着玉石印子没有办法证明他便是杀人凶手。当务之急，你还是要找到账本，才能一举推倒孟太师。那账本就在张云清手中，我得赶紧回后府调查。此事急不得，你先在这里多两天，待朕回宫便想尽一切办法将你脱罪。是。奇怪，萧润言怎么会给我写信？大人，有人找您。谢谢小美人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恭喜你要当爹了。你有了？胡说，我跟你清清白白好吗？怪我怪我，都怪我不行，我不够努力才能让夫人与我清清白白。那个张雪飞跟你可不清白啊，太医都说了，他身怀六甲，一定能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夫人冤枉，那张雪飞我都没碰过他一下。夫人明察，这辈子我只和夫人你生孩子。谁要跟你生孩子？好了好了，说正事。张雪飞怀孕这件事儿，一定是张云清的阴谋。这段时间我不能回侯府，张云清以为我身陷宗正司大牢，一定会对你严查，你万事小心。他已经设计陷害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抓住他的狐狸尾巴。而且张雪飞是这件事情的关键，我已经要魏侯鹤盯紧他了，一定会有线索的。嫁儿，你未免太过信任别的男人。我都已经相信张雪飞的孩子不是你的，还不够信任你啊？夫人深明大义，为父无以为报，只有以身相许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！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哎呀，那谁，张雪飞死了。什么？府里的郎中说，有人在他吃的燕窝羹里下了毒，一尸两命。夫人，夫人，门窗都被锁死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坐下来喝点茶。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夫人怎么还有心思喝茶呀？来人啊！柳静书，你竟敢下毒害死眼儿的唯一血脉，宣平侯府容不下你这种毒妇。你说是我害死了张雪飞，那他的尸体在哪儿啊？我总要亲眼见到才能认罪吧？我没有亲眼看到尸体，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呀？等上了公堂，自然就看到了。来人，把他拖走。是是。啊！放手！走走！夫人，夫人！住手！谁敢弄他？滚！你为什么不反抗？等着你来英雄救美啊！你不是被关进宗正司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猜。萧仁言，你目无法纪，胆大妄为，竟敢越狱出逃！来人，将这二人一并拿下。谁敢？我看着目无法纪、胆大妄为之，恐怕是二姨娘你呢，魏公子。
好戏还没开场，主角怎么能走？张雪飞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老夫人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没想到你居然连条活路都不给我。张雪飞命紧，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亲孙子，二少爷的亲儿子。雪飞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两个月没来月事了，当真以为能瞒得过我吗？夫人饶命，你怎能下得了手？不是我，是柳静书，她要下毒害你，我正在为你做主。你明明跟我说，只要我假装中毒陷害世子夫人，就让我先到庄子上躲一阵子，等孩子出生，就让二少爷娶我为妻。可谁曾想，你竟然强行灌我毒药。一派胡言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事到如今你还要狡辩吗？张雪飞，你天定一地月星河，万来皆为我而歌，翻手掌心摸天河，脚踏风波，山川日深则过，年岁悠悠荡过河，孤鸿踩雪似我，一身尘世暮色，谁不嫌我风光多，自守一把风尘过，提一把骆驼，论风流如